哎呀，我重新弄一弄。这场他把路堵死了，不行了，硬干他！千层波浪，冲蚀巨岩。向前进军。我绝不动摇。一不至于的，向前推进，正在行进，势如狂澜。都说嘛，正在行进，正在行进，威武不屈。恭敬胜利，尔等必将无往不利。嗯，把俘虏放回去吧，对他们严加处罚恐怕颇为不易，一往无前。治行天下。玉猴，装备什么？这样行不通。刘备在这儿。汉分两边，一边这边，一边那边。其实你打这个刘备，它里面有一个成就感吧，就是你得把刘关张，特别是关张都得干了。你用其他方法打赢，觉得不够爽，所以关羽在此。智略所指，我之所在。路径明晰。刘备本队已经快完了，张飞攻襄阳，剩点残兵。这关羽是神力军，但他也是莽汉。比如说往这儿，正在行进，走一步，保持镇定。来呀、来攻啊！合约签的可以，没事。吴国的都城那么远，之前他不是已经把都城弄在这儿，打了也没什么太大的用处。好，不管他，那儿的问题解决了。求和解决了很多的问题。居安思危，未雨绸缪。甭管他人，这个货，追他追个十年八年。问题，我这支部队也没事干了。准备作战。好像是没扎营。围而不攻，我兵力还没他多，我这人顾得有点尴尬，现在钱又好点，但是最便宜的贵的支付
哎呀，我靠！那恢复上来至少能打呀，这沙漠里头瞎晃悠干嘛？嗯，他回来吧，坐守国都。导之，心怀忠正，竭力出击。今日此战，乃是大义之胜，这是我们应得的。天降财宝，又看到坏掉的箱子了。兵分两路算了。哎，不行，这是个八级城。八级城有点凶悍。平息战乱。是旷日持久。算了算了，我们读回来。他那边有一个不愧属性的农民将军，不愧，一旦不愧，咱就占不上多少便宜。每打赢一场，那就自动来，安定一分，弄死他。我可不是薄情寡义，农民还不愧。沉重。一对能打的便宜的。准备行动。等等，墓园补员可行的呀，准备应这个关羽。诸葛亮这儿有点意思，他那个城啊，占了个没有房的扬州西牧场。路径明晰，深谋远虑，正气如火，熊熊不息，燃遍天下。这是诸葛亮干的事儿。略处下风。无心似火，不屈不灭。略处下风。这些蝼蚁，敌军情况不明，
多，足下是来交战的，而不是来阵前饶舌的。胡彩，挺住！这就往开拉嘛。精锐的猛士，去把他们吸引开。加快步伐，抓紧！看马兵还真不多，这波血量不行了，勉强用一下。俩炮灰已经派出去了，待会儿再派俩炮灰。我是有圈的人，咱可是有圈之人。五个圈儿，有敌声了。移动34，移动还没有普通工兵移动的快。抽个血少了，你不来我就欺负你，早晚你会动的。
马队在这儿，咱的马队避开他的马队。两往后探我前，什么叫阵前骂阵？哎，阵前讨，怎么说呢？军前骂阵，两个阵，什么？讨敌骂阵，对，讨敌骂阵。你来呀，你下来呀。一旦你忍不住，总有你忍不住的时候。挺能忍这帮货，孤军深入，这样的话，这是个连锁反应。也许他自己这支部队不算什么，但我一攻，你要不要救？实施射镜即为炮灰，
要不行，这冲到他们脸上，再往回走走，再往回走走。我军士兵丢盔弃甲，真懦夫也。是无胆鼠辈，按说府兵打毛兵有优势啊。32-54，他数量上有点优势，但应该就那么回事了。部队散了，大军这两货要死了。我军士兵丢盔弃甲，真懦夫也。他们两个不适合大规模作战。什么什么情况？我去看看。哎，被打完了。绕后打起来，咱就绕他的骑兵，突他的弓。仓皇逃窜，一群懦夫。是无胆鼠辈，此部队史诗已悉数用尽。这弩手太狠，敌
军仓皇逃窜，一群懦夫。太难打奔了。此部队史诗已悉数用尽。历史使命完成了，升20了，撤。没护太好，但是工兵是可以自己调整。射手兵，我军士兵正在四散而逃，逃吧逃吧，现在他们俩逃就行。历史使命完成，是我的，快跑啊！勇气，你们脱战了，来，这个我帮他一把。然后你也脱他，好，跑着还不会吗？哈，敌军士兵正在溃逃。他们两个就变成胜利军了，胜利就在眼前。军四散而逃，到底是无胆鼠辈。军四散而逃，到底是无胆鼠辈。哎呀，又遇到不愧的了，遇到不愧的人愁死，就他屹立不动，哪怕整个全线溃败，他一个人死撑。
诸葛亮。失算了吧，诸葛亮上来第一场战斗却攻了一个毫无战略价值的信用场，跟我们反手杀之，逮住逮不住。进则怀忠，畏则怀乱，不治民则民怨怒，民怨怒则必生乱。以下必先弹压乱贼，以警不臣之心，方可治之。当今战还是跑。哎，抓着了，天才，狡猾狡猾力，谦卑瘸腿，是这回打的还是怎么着？拿的什么名门之剑，咔嚓。他们就该是如此下场。诸葛亮上来第一场让你打我的扬州畜牧场，我的激情更盛了，大败，5000部队全损，然后咱才损了1000多，这个战损比像是诸葛亮打的仗。出征数日，今日始归。这刘关张、诸葛亮，你说蜀国就这么四人最有名了？那个赵云，哎，赵云让我宰了没？当时还是关东的人。这儿没事了，这儿打完，那蜀汉空虚，明天可下。向前进军。诸葛亮啊，诸葛亮，你是个守城之人啊，你这么点轻重都分不清楚吗？亲自率大军攻一个看似空虚的扬州，然后被剿灭于此，而且是全军覆没，且保持镇定，主将被杀。你说他这个守城守的，且这还没完呢，且明天扬州城破，啊，可能得围，但跟前是应该是没有主力了。他几个猛将全出去了，刘关张、刘备在这儿惨着呢，那张飞还在这儿逃窜中，就剩一个关羽的神力军，啥时候等他败走荆州就完事了。嗯，有点意思。这玩这种游戏，特别是玩三国，你没有点历史基础，没有点这个文化底蕴，说实在的玩不出好来。打了半天大众脸 A， 大众脸 B， 包括你像是玩那个日本战国也是一样的，你连个毛利元就都搞不清楚他是干嘛的，也不知道他怎么起家的，那就别费那个劲儿了。打了半天所有特别是日本战国，你连他的名字都搞不清是谁，你小的也就算了，大的你也搞不清，那还玩个什么劲儿？行了吧，检查一遍，没有城被围，可以。哎，等，我说呢，检查就这个意思。大势已定。现在要被围的城太多了，而且就是一场和另一场间隔也太长，谅他们不敢造次，记不住了。你刚才看着想救一下，转眼无望。嗯，这也可以杀了。哎，平定天下。哦，不行，这还是那一局，同一局。这样行不通。这个不要脸的是，这是扎了个寨，打不了。稳住阵型。
不行。不扎寨能打，扎了寨，这游戏扎寨咱是没用过的，前期应该很爽。但问题是他很被动，你得等他打你，这个扎寨才有意思，才有意义啊。他不打你，你自己跑在人家门口扎个寨，等他打你。有那一回合的时间，咱就攻城了，所以实际上对我们而言，那个很被动的一个技能没啥用。畜牧场要不就修一下，不用了。检查完了，行了。只能忍了。这你就忍不了了。这求和也是，先求的。这个不要脸的，还想让我给他东西？我等慷慨仁义，先求和的，给他点面子；你后求和的，等这个张飞，等这个关羽送死来了。当然，这个吴国的战略也不行，只有这时候。貌似理论上才有机会，你一争天下，这个时候你一收手就完事了，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虽然看着图挺大，但那个时候不行了，再往下面还南蛮子呢，你这个东西没统整过来。一就围了一个伏击成功，我伏的谁？竟然还成一回，不容易啊！占点便宜。对他们严加处罚，恐怕不能。占点小便宜，太远。为二。为三，这纯粹是想瞎了心了，想耗我十来次，放了他们！我可不是薄情寡义之人，真没大事。果园相会，情鲁，鲁情鲁情。就像我说的，丞相已死，省友行动如一，路径明晰，众将且于堂前谈笑欢饮，烈火燎原。心怀怒火，奋勇杀敌。你还定都于此，作死不带上税。这个地方怎么又乱成一团？哦，这两个求和的，这两个中立的，啊，看这个样子，张飞在这儿埋伏着，哎，不是。关羽在这儿埋伏着，来，关羽就围荆州，围襄阳。皇叔在此，再让黄巾军灭了。好吧，那他就没事了。这个地方很安逸。哦呦！全军出击！这来多少人啊？1800的黄巾军，幸亏我是做了一手组队来着。
这时候总备是这回合不顶事儿，我一回合倒不是什么大问题。正在行进，明天攻过去。这他一队去围也没意义，引人攀登。哎，这句话头一回听。哎，没路，从那儿都不好走啊！这破地方，坚如盾牌，势如利刃。这张围吧，我军必胜。三回合，我去解围，绝不留情。手中手动操作打这一场，其实也可以。哎，等等，不能这么说。别忘了，他还有三个将呢，光是兵吧，还好，能试试试试打一场。毕竟这试一下问题，咱还有一个骑兵呢。三个武将比较麻烦，其他的看到残的要死。大雪天呢，毛兵准备，准备就绪。大雪个天的，对我们有利的。设伏于此，然后至少可以分兵啊。侧影，这对枪兵精髓了。敌军四散而逃，到底是无胆鼠辈。正在溃逃，杀光敌军！挺住，进攻！骑兵准备，上，跑起来，加快脚步，赶快，赶快，加速前进，快快快，加快速度，快跑，速度快点，速速前进，快快快，诛灭敌军，上，片甲不留，赶快，赶快，速速前进。这卡的动也动不了，这是。动作快点，诛灭敌军！
进攻，跑起来，尽情厮杀，加快脚步，加速前进，挪都挪不了了。进军，杀光敌军，有一点在前面，杀，他这种标志在后面。射手就绪，弓箭手听命，四散而逃，到底是无胆鼠辈，给我射击，准备射击，马军准备，不要留情，准备好了，放箭，听命，射杀敌军，时机已至，加快速度，杀呀，敌军仓皇逃窜，一群懦夫，鼓起勇气，毛兵听命，不要留情，骑兵注意，冲啊，这帮货士气怎么这么高，历史使命完成，弓箭手准备，准备开战，上，做好准备，毛兵来我身边，上，能赢走一队最好。追打落水狗，何而为止？哎呦，还脱出了。
你好，那你愿意站着就站着吧。哎呀，有病啊这！等等，那我追他干嘛？那是最后打了，就把他搞掉。那个几队去处理他就行了。农民部队就别给他不愧了，这个属性太过分了，特别是这种没有意义的不愧啊，拖延时间。离胜利又近了一步。兵合一处，将打一方。不愧就死在这儿。呵，愣是我录制的空间又没了，动不动就录满了呀。删前面的才能放下后面的。变白了，是，就是把他灭了就行了，对，就他不亏，不亏就死磕。哎，捅捅捅，扎扎扎，捅捅捅，捅一个，哎，扎到一个，再捅，再捅，捅捅捅，捅捅捅，扎扎扎。不愧又不逃，你说这个尴尬，就是他不逃走就跟你拉扯。哦耶，敌军四散而逃，到底是无胆鼠辈。磕了就得了，围不住他，捅捅捅，一边追一边捅。而且可恨的是，如果我的那骑兵那英雄人数低于十，这动不动将领嘣一下就死了，很高的概率。高到就是说，一旦我的这将军队低于20，我都不敢往上派了。你看这帮不要脸的，就死到他最后。那我那要队要是都这样，我也敢往上派了。扎不死你，扎你他妈疯了！38点，倒啊！看你亏不亏？不亏，但死。进则怀忠，畏则怀乱，不治民则民怨怒，民怨怒则必生乱。欲下必先弹压乱贼，以警不臣之心，天下就安定一分。不愧的那货
我可不是薄情寡义之人。死了，下回小心一点，选人时候看到不愧的一定斩。都放了吧，谅他们不敢造次。定斩之。哎，刚打完有存档，好吧，稍等，去吃个饭，稍等。